Abby， 所以今天其实要分享的 vlog 就是我的待产包。现在我的人呢是在怡保 Malaysia， 我是从新加坡回来，所以现在我是在 quarantine 14天，今天是第11天，还有13，还有多3天我就可以自由了。OK， 今天拍这个 vlog 是分享一下我大概准备了些什么。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按 subscribe， 然后点一点小铃铛哦。我寻找的月子中心呢叫 Candy， 那他的服务也是挺不错的。然后我还没回来之前，他就有分享一些妈妈要待产的 list， 准备什么是要去生产的，然后生产以后的那些东西我要做一些准备。然后他其实也是有分享一些 list 给我，那我为了不要麻烦，我就其实去淘宝买了一系列待产包，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它的产品就很齐全，那我就不用烦了嘛，所以我等下就会分享给大家。那么我的待产包里面呢，它来的时候就是一系列这个大包装，所以我在淘宝买的牌子是一个哇爱，我会分享在连接里面。那它里面的产品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那就是有这个月子鞋，我的 size 的，然后呢就是卫生巾就是可能这个就是在我们生产过后的那个星期会有很多的恶露，那我们就可以穿这个卫生巾，是一片装的，超大型，所以它大概是一个是宝宝的枕头，就是会 fit 我宝宝的头型的小枕头，是很可爱的。还有呢，就是一次性的内裤。一次性的内裤呢，其实我把它散包装，因为它是盒子装。由于我坐飞机回来，它的盒子太过定得，所以我就把那个盒子给拆掉。然后它的一次性的那个纯棉的内裤，我买了很多，应该有超过30天吧，因为我怕一天会非常流汗，所以我就会勤劳的换。OK， 这个就是一个产乳期卫生巾，是 L size 的，就是这个是卫生棉，说这边是有10片包装。产乳期护理垫就是 nursing pad， 因为我们生产的过后会有很多恶露，就避免你弄到床褥啊，你一定要准备这个nursing pad。 这个是产妇的吸管，我不懂为什么会要吸管呢，但是可能就是方便。这个是20支装，有包含吸管。 OK，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XL 的，应该是晚上用的吧，我不懂，就是 XL 装的8片的一个卫生棉卫生巾， so far 应该就已经足够是在28天坐月子的时候用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它也是有给孕妇的两双，那在月子
吧，其实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个是十片装，然后还有呢，一次性的马桶垫也有，就是一包里面有六片，就放在马桶垫就比较卫生，非常的方便。然后还有 wet tissue， 还有这个是牙膏，还有是哦 for baby 的护 baby 那个肚脐的那个贴，然后还有婴儿棉 ，baby 的 cotton sweat， 然后这个应该是他送的吧，婴儿隔尿垫，然后还有 baby 的这个是什么三角巾或者是什么，这个是 baby 的帽子。然后就大概是这样，所以一系列的东西大概是有30样的东西，然后还有 baby 的那个 laundry soap， herbs 的 laundry soap， 所以我觉得挺方便的。这边是全部应该是有30样东西，所以我觉得挺齐全的，我就不用去烦，就买这个啦，然后去买那个，也是淘宝买的。那刚刚所介绍这一些。这些的东西都是来自这个蛙爱的品牌，然后呢，整套东西是马币71块左右，马币71块，然后还没有包国际邮费啦。那我觉得是挺方便的啦，你不需要去烦恼其他东西。那你觉得你后期还需要补什么？那你再去补需要的产品就可以了。那我的朋友呢，也是有跟我。哎，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初乳的，就是当 baby 生的时候有那个初乳流出来的时候，记得要准备这个针筒。我不懂，不是 ml 是这么大个，然后我就去 Lazada order 的两个针筒，就是如果它真的是万一流出来的话，然后我可以帮那个初乳，然后先去收藏起来的。所以大概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些针筒，他们很多妈妈都有跟我说准备会比较好吧。OK， 然后呢，我可能会是开刀，就是剖腹产。那如果剖腹产的话呢，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是补我的伤口的，就是 prevent for 我的那个伤口有 scar 的。然后我是有买一个 Midella 的，这个是茶后。
去买一个就是产后护发草粉泡棒，这个是 special 给洗头的。我是很怕头臭，所以我一直忧郁这个问题，所以我已经准备了两盒，然后他也有给我泡浴的，这是一些草本的东西啦，不懂味道如何吧，总比没有洗头来的强，所以我已经准备好要拿去验。所有的代偿的东西 product 大概就是在这里，那如果用到什么很好用的，那我可能产后有时间我还会再录制一个 vlog 分享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下次再见吧。影片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 和按小铃铛哦，下支影片我们再见，拜拜。